咩咁咁样做咩意思嘅喎？想问你啲飞喺边度拎噶？讲真，我哋都系喺直播打听下嘅啫。嗯。边人会收到嘅？我朋友每个咧就1000蚊。朋友每个1000蚊？系每个。哦，咁即系咁，如果你自己咧，你大啲人啊嘛？我1500蚊。1500蚊。拎飛㗎，我哋都係喺直播打聽下嘅啫。嗯。因為咧就唔係我接嘅，因為咧我係我負責帶幾個人嚟嘅啫。會出幾多錢嘅？即係你可以，即係啲人會收到幾多錢？我朋友每個咧就1000蚊。朋友每個1000蚊？係每個。哦，咁即係咁，如果你自己咧，你大啲人啊嘛。我1500蚊。1500蚊，即係你就收先，人哋就收1000。係。1000係幾多個鐘啊？即係1日。1個鐘。夜晚9點喺度。夜晚9點喺度，跟住去到。點解咧？而家咁又冇啊！佢又嗌我咧就第一次嚟咧，就9點鐘。哦。所以你夜晚就唔使嚟。誒，都佢日出日再嗌我咧就起咁早，就可以10點或者11點先嚟到。哦，所以大家咧日日係啦，冇錯。咁然後第二日又係6點幾10點嚟。唔係，誒，第二日咧都係夜晚11點到。